各台咱来关心农业方面的消息。来看观农会当时农场游乐区，今日是举办中华关橄榄季农特产品展售会，也搁在游乐区环境教育设施场所连接告白仪式。观农会表示，目前当时这各类菜盛产高峰期，大概产量是高达300吨，但是这各类菜价格算是低低的。农牛素甲观农会七日要来举办这橄榄季农特产品展售会，就是要来鼓励消费者会当加食一寡营养的各类菜。寒天是蔬菜生产的季节，尤其是这高丽菜，因为农民抢种产量者，让高丽菜价格是直直落。为了外国菜价一直落外，农委会农牛署甲中华关农会特别伫这礼拜假日，伫东势林场游乐区来举办高丽菜季农特产品的展售会，来营销高丽菜为农民来促销。各类消费者爱加来食这高丽菜，为台湾的农特产品来尽一份心力，嘛为台湾的农民来加油。前一阵子高丽菜价格相当的高，那农民就一直抢种，所以政府为了要怕说那个高丽菜盛产期的时候会影响到那个高丽菜的价格，影响农民的收入，所以说我们特别在大盛产期的时候就开始做这个高丽菜的行销推广，要让大众的消费者了解我们彰化县的高丽菜品质好又安全。另外，观农会所属的东势林场游乐区已经在今年通过环境教育设施场所的认证，今日嘛配合高丽菜季农特产品展售会来举行告白仪式。从今以后，欢迎各学校机关团体到东势林场游乐区来进行环境教育课程。东势林场经过我们政府还有旅游局、观光局的辅导，我们是一座相当完整的教育场所，可以提供我们的中小学生或者社会人士或者消费者还是游客到我们东势林场来认识我们东环境教育的一个很好的场所。今日的会场还做了8项菜，包括这高丽菜饭、高丽菜包、高丽菜丸等等的菜，或者民众来品尝。主席老师也来表示，高丽菜当做成真侪种的菜色，即马当时高丽菜上盖熟的时阵，这边就会当过来买淡瓜。是利用高丽菜的一个原理，把它做成8样那个产品，那煎、煮、炒、炸、焖、卤、拌这样子。对，那针对这8样是用很轻食的一个料理哈，低油脂的一个部分哈，那把高丽菜的一个道理把它融入在里面。达成一个养生的一个目的，这样子，那也希望说把这个高丽菜盛产的这个季节，帮助农民把它产销出去。观农会总干事廖进贤表示，为了推广一个行销高丽菜，特别连续2天在东势林场来举办中华关高丽菜季农特产品展售会促销活动，嘛精选来自中华关优质农特产品来参加这展售会。这两天来游乐园的游客门票一律是125元来优待，欢迎大家爱加来利用。这新闻罗清良中华报道。